刻，你发现你们嘴巴一直跟着我一起来动哦，所以就大家应该有看到，像有很多的 MV 里面有看到你们自己的画面，很感动。其实非常谢谢很多的朋友，那其实也是有认识叮当，然后这一路上来的怎么如何走过来，然后一直没有放弃我的自己的梦想，所以很开心。那其实我希望我自己的歌，然后我的自己的故事，可以给大家带去很多的鼓励。最近的这次的新专辑呢，其实大家应该有听了吗？有。那觉得还 OK 吗？好听，所以那接下来要唱新专辑的歌喽，带来的这一首《飞机场的实体版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下去是一种默契，却说